各位球迷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各位朋友，推荐你们今天一定要来叶家官网看看，这边的话呢新增了一个很漂亮很清凉的杂志封面照。好，那封面照的女主角呢，她穿着这个很漂亮的比基尼，还有穿一个这个薄薄的防晒外套，很好看啦。好，那这个呢就是告诉着我们这个夏季的时装要出啦。好，这个明天更新之后就会出了，然后还有写一些礼物的活动，这个呢我们都可以在未来做个期待。然后明天7月16号礼拜二也要更新维护，那更新维护的时间呢是这个早上的6点钟到8点半。那更新的内容有三项，第一项将进行迎接夏天的活动，好，待会我们来看一下细项。第二项呢将新增迎接夏天的服饰以及武器造型。好，那这个武器造型呢我觉得是还好，我比较期待的是这个夏天的服饰，好，不知道这个泳装时装会有多辣。那第三项呢将新增工会图样27种，这个工会的图标嘛，好，就是多一点选择可以让我们做区别。好，那明天的这个活动呢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这个寻找清爽的瀑布。那时间的话呢是明天更新维护后到7月30号礼拜二更新维护前啊，那奖励发放时间是7月30号下午2点之后。那活动参与的办法呢也很简单，就是呢猜一下这两张瀑布它的一个地点在哪边啊，这个是 A 瀑布，这个是 B 瀑布，这边其实就泳装嘞，就泳装了，这个可以是到时候会一样吗？不知道，也有可能一样，也有可能不一样，估计这个应该是到时候泳装上市时的样子啊。你看这个造型还蛮像的哈，对比一下，然后再对比这个封面照，你不要乱看，好，没有乱看，好 ，OK， 应该是一样的。好，那这个活动的参与办法呢，就是要来到这个官方的 Facebook 的页面，好，然后呢去猜这两个地图的名称，还有 tag 一个好友，好，譬如说这个范利亚，好，阿维利乌斯风声山丘，或者是特罗内尔银尾葫芦，好，那活动页面好点开来就长这个样子，这个是官方的这个中文版的这个脸书，好，那他就是叫我们去猜地点，好，那我目前还没有人猜啦，好，那如果各位朋友知道的话呢可以来这边就是抛砖引玉一下，让其他朋友可以复制贴上，然后记得就是要 at 一位好友，好 ，at 一位好友。那活动奖励的话呢，就是如果说啊，就是参与的人呢有到3000到4999的话呢，就是每个人都会赠送转职星5个。那如果好5000到6999的人的话呢，就是会送这个时间保证中的选择箱1个。那如果7000元以上的话呢，是会送这个名传的华丽坐骑武器造型实际选项1个。OK， 好，它就是会根据这个 DC 跟 FB 参与的人数来决定奖励。好，那我们再回到这边，好，一样的，一样的，他脸书那边也有写。好，以上呢就是明天更新的内容。那至于说那个任务完成活动还有签到活动的话呢，跟上礼拜是一样的，延续上礼拜。好，所以其实我就没有特别去讲了。好，各位朋友可以来参考我上一次影片，好，就可以知道了。OK， 就这样。好，祝福各位朋友明天开机之后，这个泳装时装买得开心啦，拜拜。